准备礼物嘛，对不对？是，没错。对，来，接下来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是哪四个字的，勇敢的举手，强老师帮我看谁举最快，好不好？好，用最越特别的东西举，我越会叫了，好吧？来，一二三。那个毛巾。毛巾，哎，来，大声回答。龙柱回答，再来给他掌声鼓励呀，谢谢。送个小礼物。好，今天我们大概有六首歌哈，所以每一首歌都有奖征答，大家不用担心 ，OK 吗？哈，对，好，来，接下来的第二首歌跟各位报告哦，因为刚那个梅心啊，就是唱歌很好听嘛，其实我们在台中常常遇到他，嗯，跟他同样身为台中市的表演者，我觉得非常骄傲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从一个素人，然后唱歌这么好听，我觉得跟我的故事是一样。重点是唱歌那么好听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刚讲了一个笑话，我真的觉得我已经亲身经历过，因为我真的跟消防骑士认识多年的旧事。哎，然后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：“马克，你看起来真的很帅。”哎，他不是看没有吗？好好，这个就不要多讲了。对对对，对，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有中文版跟台语版，猜一下，各位厉害了哦！你只要能够说出中文版或台语版的歌名，我们就送礼物。你一定听过。老师，音乐请聊。边那个人上，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。中文版很明确知道歌名的举手，很明确知道的，好，首先放下来，不要告诉别人。接下来是闽南语版，你可能没有听过，好不好？来，来一点掌声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来唱出来。人生过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来来，那接下来呢，换你数到三，换我来看谁手举得最快，好不好？可是呢，可是来，我跟你讲哦，刚刚我们主持人小倩她有说，就是对主持人来说，配合跟热情是很重要的。没错，刚刚这首歌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人把荧光棒从头举到尾，就是后面那位美女，给你机会来，别人没有机会，只有你有，快点来。荧光棒的美女，来歌名大声讲。给他掌声鼓励，正确答案来帮我送一下礼物哈。啊，台语版有没有人知道台语版的？真的知道哦。来，请说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他不管有没有讲对都算对，因为勇气可嘉。来，礼物礼物哈，礼物送上礼物。好，跟各位报告，台语版的歌名叫《我只在乎你》，对。接下来我们来一个角色扮演，在这么美好有晚风徐徐吹来的夜晚哦。接下来我们来一个角色扮演，什么样角色扮演呢？就是你们当魏璎珞，我当傅恒大人。傅恒大人，好，知道我在讲哪一部古装剧的举手，举手举手，大家都知道哦。哎，不错不错，那个大家下班之后那个娱乐都非常好，有追剧的。对，这首歌一样要猜歌名，大家不要讲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唱这首歌。听这首歌会觉得很凉爽，完全不会觉得热。街头艺人啊，今天也是街头艺人新一期公布入榜名单的日子啊，非常恭喜大家。明明话那么寒心，假装那只是相信
太薄情，谁来望望窗外好风景，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，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，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。来，我们来一个大合唱好不好？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，幻想他不会停，你没办法靠近，绝不是太薄情，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，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，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，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，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，谁来陪这一生。掌声，谢谢。好，今天晚上因为台下朋友的热情，你们的荧光棒，你们的挥手，你们的掌声，所以让现场温度拉高了5度哈。真的。对，要不然今天晚上是非常凉爽的。那么刚刚这首歌的歌名，老师帮我看谁举最快。好。歌名是什么？一二三。那个有举妹妹的那一个。那个真的把小孩举起来，有没有？来来，大声说。正确答案，谢谢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一个小礼物，真的是看到我们中华民国国家的栋梁啊！真的，为了拿礼物无所不用其极啊，都叫妈妈把它举起来，有没有？对啊。刚刚上一个乐团有演奏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，嗯，他们演奏了一首歌，不禁让我想到我过去这几年呢，都有去那个地方表演，那个地方叫澎湖。在每一年的澎湖国际花火节当中呢，我们去那边享受了美好的风景。台湾就是这么的美丽，包括澎湖，包括武器，包括台中。是。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也跟沙滩有了这么一点点关系。这首歌当然还是要猜歌名。这首歌在民歌时期是一首极度脍炙人口的好歌，跟沙滩有关系。但是这首歌要打拍子，嘿，后面的朋友可以让我看到你们的手在打拍子吗？谢谢。谢谢无羁，谢谢你们能够在台中表演，好棒。短暂化成云彩，却是永恒。
爱的偶然，也许是上帝给的真，也许是阿拉给的缘，虽然短暂又如浪花，且不管这缘分是否短暂，化成云彩却是永恒，让我心失去这一份真。换你们，换你们。我们不唱了，换你们了，我们不唱了，来，你大声点。随着潮来潮往，雨闪亮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无欺人的热情。再一次好不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来，你是否愿意等待你来的沙，随着潮来潮往，雨想了我，唱出来，你是否愿意等待你来的沙，是否回答新的掌声，谢谢你们，你们超棒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刚是谁在帮我和声呢？很多人，很多人，应该是小倩。还有那个所的同仁是梅心，还有方怡萍小姐。哦，来来，我们这个怡萍姐哈，怡萍老师已经来了哈，各位期不期待啊？期待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来接下来呢，请问小倩，我们大概还有几首歌？对不起，一首可以吗？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来，那我想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就跟孩子们一起来互动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想请所有的孩子们，如果你愿意上台跟我互动，我会把小小可爱的礼物送给你。我们征求20位小朋友，好不好？但是跌倒的就不送了。好，对对，所以要慢慢走。跌倒的不送哦，慢慢跑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这样就亏大了，有没有？这一首歌我们要模仿一个动物的叫声，对对对，猫。哎，对对，好，这个小倩一定非常的内行哦。其实我都有听小倩的节目，因为她跟杰克就是会有一个音乐的节目，对对，是，然后可以点歌哎，真的，你下次有空也来玩。好好好，非常荣幸，对对。其实你怎么知道我在暗示你？哎。我太了解你了，谢谢小倩，谢谢。好，跟小倩认识好久了哦。来来来，我想这个孩子们，我们有没有人会跳学猫叫的？有没有会跳的？会跳的站前面，不会跳的站后面。站前面，站前面。好，来来来，哎，人太少了，我礼物准备很多呢。啊，老师音乐下了，快点来学猫叫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来看前面怎么跳，后面就跟着跳。好，随便跳，随便跳，不会跳就打拍子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蹦蹦跳，你脸上你的欢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喵。学猫叫，喵，唱出来。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，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重要，我想你比我更知道，你就是我的女主角。我要看谁唱最大声，来 come on。 有时候懒得像一只猫，脾气不好只有张牙舞爪，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，我想你脸上你的欢笑。
唱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我要穿你的外套，闻你身上的味道，想要变成你的猫，赖在你怀里睡觉，每天都贪恋着你的好。给小朋友一个掌声啦，来啦，好不好？各位看到没有？我们无栖区的孩子们就是这么热情啊、哦！来，我们接下来看谁的动作最夸张，好不好？跳越夸张，送两份礼物，好不好？来，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，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。动作大一点。你对我多重要，我想你比我更知道，你就是我的女主角。看谁最大声，来。有时候懒得像一只猫。是温柔的，能把我的心融化掉。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。喵，一起唱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蹦蹦跳，你脸上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喵，唱出来，我们一起学猫叫。一起喵喵喵喵喵，我要穿你的外套，闻你身上的味道，想要变成你的猫，赖在你怀里睡着，每天都贪恋着你的猫。换你们，换你们，换你们，我们一起睡猫觉，一起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爱你。看前面，看前面，我的心脏蹦蹦跳，你脸上你的坏笑。看谁最大声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我要穿你的外套，闻你身上的味道，想要变成你的猫，赖在你怀里睡觉，每天都贪恋着你的好。谢谢大家，给小朋友一个掌声，谢谢。我们是奇迹乐团，我是马克，是乔娜。诚挚的希望还有很多机会回来无栖表演给大家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，来旁边领礼物哈，来旁边领。旁边排队领礼物，来小朋友，我们到右边。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我们的奇迹乐团，谢谢马克老师，谢谢 Joanna， 谢谢。哇，这个果然给大家超过那种五人乐团的大阵仗的感觉啊，非常热闹，很厉害。